主湾，您梦寐以求的滨海生活方式，位于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经济特区，驱车抵达新加坡仅需10分钟，现推出各式豪华公寓、居家办公、阁楼、服务式套间和精彩大型休闲商业购物中心。公主湾坐落在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经济特区的核心地带，该城市发展项目耗资450亿美元打造，被誉为马来西亚的深圳特区，靠近新加坡，交通便利，势必将成为马来半岛南端的一座繁华都会。努沙赛野是伊斯干达的商业中心，即将涌现的娱乐、教育、零售、投资、商业项目和经济特区，为公主湾增加了投资潜力，使其成为努沙赛野最受欢迎的圣地。位于久负盛名的公主港私人码头，公主港的设计灵感源自著名的滨海休闲圣地摩纳哥和圣淘湾。公主港的生活惬意舒适，比邻乐高乐园和凯蒂猫主题公园，前往教育城或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也只需8分钟车程。被誉为努沙赛野最抢手的住宅地段，公主湾公寓将为您提供最精致的滨海生活体验。公寓的三个主要地带设有30多个顶级休闲设施，安保严密，不仅是优质的度假胜地，还是公民安居乐业的栖息之所。欢迎来到您安宁平静的避风港。您可前往16、17楼，在无边泳池畅游一番，或到露天观景台眺望湛蓝的海景，感受码头风情，体验度假村豪华生活的至尊享受。公主湾除了拥有顶级设施的公寓，在凉风习习的码头沿岸也荟萃了各式时尚餐饮选择。2层楼的大型休闲商业购物中心设有79个商铺，集合了购物、餐饮和娱乐享受，应有尽有，实属首要高档滨海购物区。超过650间豪华公寓由你选择，每套公寓都配有一流的配备装潢，户户精品装修，厨房电器一应俱全的卫浴设备应有尽有，大理石的石面精美雅致，安保系统先进前卫，绝对是优质的滨海生活体验。公寓里嵌入式衣柜、储藏室和橱柜等一应俱全，拎包即可入住。滨海生活充满活力，56套居家办公、阁楼、豪华宽敞，独一无二，有泳池和露天阳台。与众不同、堂皇富丽和优质的尊贵体验，尽在公主湾。